2024年2月2號，明報啊，路面油漆剝落，光時再現喎，警烈刑毀，重案跟進，警方作接黃大仙祠，即係黃大仙廟啊，對開行人路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塗鴉，到場後拉起封鎖線，並以黑膠袋遮蓋字句。8點，有人在行人路噴上「光復香港時代革命」，面積約1米×10米，哇，相當大啊！好大隻字喎。